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参加今天的网上主日崇拜。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26篇。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恩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要来瞻仰你的荣美。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在你的殿中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主，当我们一起来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求你将你的圣灵如恩雨降下，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主，我们软弱疲乏的时候，求你做我们的力量；主，我们灰心失去信心的时候，主你使我们刚强。主，你也检查我们心思里面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没有。主，求你检查我们每一个的动机，我们每一个的口中的言语、手上的动作，有没有得罪你、违反你的地方？若是有，求你的宝血来赦免。求你不要按照我们的罪孽来待我们，求你按照你的恩典叫我们救活，把生命的道指示给我们。主，我们也为到我们教会里面一些的弟兄姊妹来向你特别的向你献上感恩和祷告，特别的感谢你。黑尾弟兄找到了一个跟他以前的工作是非常相适合的一个的新的一个公司的岗位，他上个星期已经搬到 North Bay 去居住了。求你保守他，给他力量，给他信心，让他在新的公司里面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勤劳，能够跟他的同事、跟他的老板和睦的相处。主，求你让他能够在新的地方也一样的见证你的美好。主也特别的也为到吴婷婷的妈妈顺利平安的回到了广州，向你献上感恩。主这一趟的旅程是非常的辛苦，中途有转机，有核酸的测试，她的妈妈又不懂说英语，感谢你，她一路这些的困难都克服了，靠着你的保守，她平安回到了广州，现在正在隔离当中。就你看过他在隔离的过程里面，14天的里面，能够平平安安的，心里面有盼望。隔离结束以后，就可以和他的家人团聚，他也可以在广州检查他的身体，得到身体、心灵得到休养。主别特别也为Monty 和 Jenny 他们的大儿子 Logos 向你献上祷告，他已经递交了他大学的申请。主，我们把 Rogers 将来求学的道路也仰望
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按照你创造他，你所给他的恩赐和特点，为他预备一个适合他的大学，适合他的专业。主，也希望他将来经过他的学业，将来能够用他所学习到的东西来侍奉你，来服务人群。主，为特别为 Judy 姊妹向你献上祷告，他现在公司使用新的系统，主，这个系统有很多的缺点，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需要他加班加点的去修改去弥补。主，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主，求你让他在这样繁重的工作里面能够靠着你能够有平安。主，让他借着他的聪明和智慧，让他公司的这套的软件系统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这样 Judy 就可以暂时的可以享受一段休息的时间。主，也为 Casey 在福建在国内的爸爸来祷告，他的爸爸年纪已经老迈，有80多岁，身体不好，长期的卧病在床，都是靠他的妈妈来照顾他。前几个星期也是不小心跌倒了，也是给这个家庭增加了很多的压力。 Casey 和他的姐姐都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加拿大，不能够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回国去照顾他的爸爸。主，求你也看顾他的爸爸身体能够尽快的恢复健康，让他的妈妈在照顾他爸爸的时候也照顾好自己，在 Casey 不能够回去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可以彼此的互相的关照，可以有安度晚年的生活。主，我们要把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你手中，求你悦纳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献上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随我
有件事情要通知大家，很感恩，经过执事会批准，我们教会的闽南小组即将在2021年的2月5日，下个月的5日，开始第一次的聚会了。这个闽南小组将使用闽南话来聚会，但是讲普通话或者英文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参加，也欢迎你们参加。这个聚会将采用网上聚会的形式，聚会的时间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五晚上的8点到9点半。闽南小组的小组长就是召集人，是林建国 Robert 弟兄，同工有 Carlos、 Cathy 夫妻，还有英文堂的 Edgardo 弟兄。如果你有兴趣参加闽南小组，可以和上面的任何一位同工来联络。
今天讲到的经文是《生命记》30章1到9节。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图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在摩西把神的律法传授给我们时，神也把生与死、福与祸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自己选择。神希望我们选择生命和祝福，但神并不勉强我们顺从他。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都像以色列人一样，偏行己路，为自己选择灭亡。在经历了悲惨的命运之后，才开始懂得神的律法是好的。神事先就告诉我们，哪怕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把自己的人生彻底搞砸了，彻底失败了，被迫流落天涯，神仍不会抛弃我们。一旦我们思念神应许的话而转回时，神必施行拯救，把我们因为被约所失去的一切祝福再次还给我们。这种归回的历程是痛苦的，然而却是我们的必经之路。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你虽流浪天涯，神也必能召回。在摩西把神的律法传授给我们的时候，神也把生与死、福与祸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选择了。神希望我们选择生命和祝福，但是神并不勉强我们顺从他。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都像以色列人一样偏行己路，为自己选择灭亡。只有当我们经历了命运的悲惨之后，才开始懂得神的律法是好的。
神事先就告诉我们，哪怕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把自己的人生彻底搞砸了，彻底失败了，被迫流落天涯，神仍然不会抛弃我们。一旦我们开始思念神的美好，并且转回的时候，神必施行拯救，把我们因为背约所失去的一切祝福再次还给我们。这种归回的历程是痛苦的，然而却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我要讲的第一点是，律法的目的是让人得生命。生命记是摩西最后的遗言，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律法不仅仅是神为人所设立的行为规范、道德界限，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死板教条。律法是有生命的，律法的目的是要让人得生命。30章20节，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律法重要到一个地步，跟我们的生命一样重要，关系到我们的生与死、福与祸。因为神是我们的生命，他可以决定我们活得长寿还是短命，活得好还是活得不好。健康长寿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了，但是摩西在这里并不是指的个人的长寿，而是指的一个国家的命运。当一个国家被敌国所侵略、所俘虏，并且流离失散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是一个短命夭折的国家。一个国家在物质上的富庶是和他的道德灵性牢固相连的。有公平的法律和公正秩序的国家就一定会繁荣。我们个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活得有节制、有自律，那么我们就一定比其他人更容易成功。神的律法就是要给国家带来公平和秩序，就是要教导我们个人如何过节制和自律的生活的。我讲的第二点是，生和死、祸和福都取决于人的选择。神把生命和死亡这两条道路都摆在我们面前，但是神不强迫人顺从他的旨意，他让我们自己来决定是要顺从他还是要弃绝他。不过摩西警告我们，我们这种的选择是在生与死之间来做抉择。第30章19节，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摩西苦劝我们一定要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要选择幸福的人生，不要选择悲惨的人生。一个国家是富强还是衰落，一个人是活得快乐还是凄惨，取决于我们所做的选择。我讲的第三点是，不同的选择一定会有不同的结果。第30章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很奇怪，为什么摩西不直接呼求神来做见证，而要呼天唤地来做见证呢？第一点是因为当时的人认为天和地就是人所看得见的永恒不变的事物，就跟神一样永恒不变。第二个原因是，神所设定的律法就跟天地运转的自然规律一样永恒不变。我们顺从规律，
就会安全，我们违反规律就一定会有自然的后果。很多的时候不需要神伸手来惩罚我们，律法的规则会自然的惩罚罪人。在诗篇34篇21节，恶必害死恶人，就是说恶人必定会被他自己所做的恶所害死，恶人必定会遭到恶报。违背道德律法是一定会有后果的，就像自然规律一样，吃了巧克力吃多了就会长胖，从高的地方往下跳就一定会摔伤，把手放在火上烧就一定会烧伤。神的律法每一个字都带有能力，像自然规律一样是铁的定律，你遵守它，人可以飞上天，你违背它，你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今天看到美国变成这个样子，实在是令人十分的心痛。当这个国家选择不要神的律法时，就为自己选择了混乱和衰落，这是违背神律法的铁定后果，天和地都要来做见证。我讲的第四点是人不遵守律法的理由。人不想遵守神律法的时候，会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来开脱。我们常常会向神诉苦说，主啊，单单凭着我们的血肉之躯要顺服神实在是太难了。或者我们会说，我不顺服神是因为我不知道神的旨意，只要我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一定就会顺服。这些都是不成立的理由。我们第一个理由是神的标准太高了。第30章11到12节这样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个理由是说，神所设立的律法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根本就不可能遵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律法，完完全全是神的错，不能够怪我们没有努力。但是神在这里挑战这种错误的态度，神说他的全部律法是很容易做到的，不是在天上，不是高不可攀，以致没有人能够达到的。其实摩西五经有很多的内容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设立的，是十分合理的，是绝对能够在生活中去实践的。比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又比如做生意的不能用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去欺骗消费者。又比如当老板的当天的工资当天就要发给工人，这些都不是什么高的要求。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也不会为自己辩解说加拿大的法律所规定的不能够谋杀，不能够闯红灯是太难做到的。所以神所设立的律法绝对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第二个理由我们人会找的就是说，神的旨意是太神秘太高深了。我们来看30章13节，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个理由就是说，神的旨意实在是太神秘了，超过我们人类的知识范围了，不是在海外，就是说大海是难以跨越，是距离遥远，远到遥不可及，我们得到的机会非常渺茫。神说这个理由也是不成立的，
神已经显明的旨意是什么？神已经显明的旨意就是他的律法。神没有将他的律法向我们隐藏起来，他通过摩西已经把律法写成了律法书。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能够通过律法书知道神的启示。我们所要遵守的诫命其实就在我们的口里，在我们的心里。30章14节，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这句话是说，犹太人常常会练习用头脑去记忆，用心去背诵神的律法。当时的书是很贵的，那么当时的人传递信息主要是靠心里的记忆和口里的背诵。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当中，那些虔诚的人常常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学习去记忆神的律法。我们没有人可以声称说我们对神的律法一无所知，或者说我们宣称我们忘记了神的律法。我要讲的第五点是，人要等到吃尽了苦头以后才会明白。让人悲哀的事情是，大多数人都要等到吃尽了苦头以后才知道神的律法是不难遵守的。比如如果你觉得开车系安全带是很麻烦很难的，我们开车不超速是很难的，因为大家开车都在超速。但是只要你发生了一次车祸，你知道违反规定的后果有多么的严重，你就不会觉得系好安全带开车不超速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了。最近安省的财政部长由于违反规定出国度假被迫辞职了，我想他一定感到很后悔。比起失去工作的损失，暂时忍受不能出国度假的暂时的不方便，相比起来就不是很难的事情了。我们也是一样，比起忍受律法的悲惨后果，我们为了遵守律法付出一点点的努力和一点点的代价实在是不值一提的。30章1节，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人非要等到吃尽苦头之后才开始追想神的祝福有多么的美好，就好像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一样，那个浪子在耗尽了家产之后被迫要给别人去当奴隶，要和猪去争食物。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在我爸爸家里做一个雇工都比我现在要好，做雇工那一点点的辛苦比起穷困潦倒的生活来简直就是天堂了。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故事其实就是以色列民族的缩影。以色列被约的最严重的后果，最痛苦的顶点，就是整个国家被敌国所侵占所毁灭，人民被掳。首先是北国在公元前80世纪被亚述人所灭亡，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复国。然后南面的犹大国在公元前6世纪也被巴比伦所灭亡。在他们背井离乡的痛苦当中，他们开始思想，早知如此悔不当初啊！如果当初乖乖的付出一点点的努力，付出一点点的代价去努力守住神的约，该有多好啊！我要讲的第六点是，即使被赶散到天涯海角，神也一定能召我们归回。那么
当最坏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以色列人背逆神到一个地步，以至于神在律法里面所预言的最可怕的灾祸、最可怕的咒诅都实实在在的发生了，那会怎么样呢？难道这就是故事的必然结局吗？难道咒诅和审判就是神对人类的最终命定吗？我们从《生命记》之后的历史书就看到，从《约书亚记》一直到《列王记下》所记载的历史，正是这样一幅悲惨的图画。这个故事的结局是耶路撒冷变成废墟，圣殿被毁，国王的眼睛被挖出来，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剩下的精英被俘虏到遥远的巴比伦。我想那个时代的人对神一定非常的失望，但是摩西今天告诉我们，这不是最后的结局。如果犹太人在咒诅的痛苦当中悔改了，重新归向耶和华，那么最可怕的咒诅和灾难绝不是不可更改的结局。我们对过去的事后悔的确是已经晚了，但是将来的命运却是可以改变甚至焕然一新的。30章1到4节，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转回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人无论怎样的败坏，在神来看都不是一个意外。无论人败坏到如何的不可救药，在神看来都不会绝望。神向亚伯拉罕所起誓所立的约是永恒不变的约，绝对不会因为人的背约就废除。在申命记30章1到10节这短短的10节经文里面，希伯来文的有一个字的字根回转，总共就出现了有7次之多。在第1节的追念，第2节的归向，第3节的救回和回转，第8节的归回，第9到10节的归向，还有第10节的再喜悦你的再字，都用了希伯来文的回转这个字的字根。神向我们承诺，即便是那些不听他的话，已经受到他咒诅的子民，已经被分散到万民当中，甚至被赶散到了天涯，只要人愿意回转，神自己也愿意回转，他会回心转意，再次的赐福给我们，把我们因为背约所失去的一切再次还给我们。第30章5到9节，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你心里
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他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这段话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说的。我们今天人类对神的背叛，似乎已经把我们人类自己送进了灾难深重的深渊。我们看今天这个新冠肺炎，我们看不到何时会结束，我们只看到死亡的数字每天都在增加，政治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可预测。很多弟兄姊妹都对今天的时代非常的悲观，认为主耶稣很快就要来了，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无可救药了，只有等主来最后审判了。我想如果主现在就来了，当然很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立刻就与主同在了。但是摩西今天告诉我们，也许最终的结局还没有到，人会绝望，但神绝对不会对他的子民绝望。纵然我们人会悖逆滔天，但是我们只要愿意回转归向神，神就会立刻接纳我们，赦免我们，更新我们。这就是我们在黑暗的日子里面的希望。哪怕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神最严厉的审判，也不要绝望，我们仍然要乐观，复兴的机会仍然在等着我们。神的怜悯是超乎人所能想象的，也超过我们所能相信的。今天这段经文也是对我们每一个我们把自己的人生彻底搞砸了的人说的。以色列国的历史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即使我们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团糟，我们已经走投无路，四面楚歌了，神也不会对我们绝望。当我们的人生走到四面楚歌、孤单无助的时候，求神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对那些最失败人的应许。弟兄姊妹，你是否做过一些让你后悔终生的事情呢？事实上，无怨无悔的人生是不可能的。只要是人，就一定会做一些让我们自己感到后悔的事情。不管你流浪的有多远，只要你肯回转归向他，神都应许要赐给你新的开始。就像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的孩子一出生的时候，我们就为他预备了最幸福的道路，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可以为我们的孩子预备最好的教育、最幸福的婚姻和最适合他的工作。可是你也预先知道，将来有一天
你的孩子会选择偏行己路，失去你为他所预备的所有幸福，那时你一定会心痛。但是你也已经提前预备好了，一旦他悔改了，你就会把他失去的一切都全部还给他。我讲的第七点是，神预知人的背叛，神也预先预备了拯救。神是全知的，人的背叛绝不会超出神的预知，所以神的救恩是预事先预备好的，而不是事后的补救措施。神早已为我们的失败做好了准备。这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立国之前就预先写下了他们的历史，而且照着预定的进程一步一步的应验。神是全知的，他预先知道历史要如何发展。神又是全能的，他掌管历史的发展，他预定历史的结局。神也在我们出生之前，在我们出生之前早已知道我们一生的道路。神没有预定人背叛，是人自己选择要背叛神，但是神也预知人的背叛，在人还没有背叛之前就预备了拯救。纵然我们会偏行己路，惹神发怒，但是神绝不会断绝他跟我们的关系，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这种回归的历程是痛苦的，但却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我要讲的第八点是，心灵受割礼之后，律法就不难遵守了。虽然摩西说神的律法是不难遵守的，但是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就证明神的律法真的是不容易遵守的。实际上在新约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神的律法真的是很难遵守的，在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四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律法难以遵守，是因为我们的心是肮脏的，被罪恶的天性所控制。即使我们有强大的意志力，愿意去遵守，我们也是常常的失败。所以，背叛的人能够悔改，能够归回，能够重新爱神，完全是神主动的作为，因为神要做一件新事，要除去我们心灵的污秽，让我们有能力遵守律法。第三十章第六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英文是 circumcise your hearts under the hearts of your descendants， 就是用心灵的割礼来代替肉体的割礼。这是圣灵的工作，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心里污秽的人是没有能力遵守律法的要求的，所以神就应许要解决我们根本的问题。摩西是所有先知里面最伟大的先知，他是律法的传授者，同时他也是第一个预言福音的先知。后来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都不过是在重复摩西的预言。摩西说神的律法是不难遵守的，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依靠遵守律法而得救，而是预言了将来要来的耶稣，他要借着
他流血所立的新约，把圣灵差派下来，住在我们信的人当中，除去我们心灵的污秽，带来心灵的更新，从里到外彻底的改变我们，让把我们对律法的被动的遵守变成从内心到行动的爱，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就是律法全部的含义了。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背诵今天的经文，生命记三十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弟兄姊妹，选择神就是选择生命，选择听从神的话就是选择长久的自由和幸福。如果我们在开始的时候选错了，不得不忍受错误选择的后果，也不要灰心绝望，我们什么时候回头都永远不会太晚。我们怎样选择，不仅关系到我们自己，也关系到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否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你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你是全知的神，你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你在还没有创造我们之前，你已经预先知道我们有一天会背叛你。你是全能的神，你有能力在我们背叛之后为我们事先就预备救恩，你我们事先就预备好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要降生，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涂抹了。主，你把生和死、祸和福两条的道路摆在我们面前，主，求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决心去拣选生命，拣选律法，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裔可以在你所赐给我们的土地上能够永永远远的安居乐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